二舍世王问无逆经里面有这样一段，有无逆罪，若足信子、足信女，足信。这不是普通人，一定是同一族的啊，祖先同族的啊，同一个民族，同一个国族。啊，那么也可以说是豪门贵族。啊，这些男女。为此无不就罪，这个为是造作。啊，就是你造作这五种佛都不能救的这个重罪。啊，这五逆罪是五重罪，逼入地狱不已。啊，造这个罪业人的果报必定堕地狱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啊，为什么会堕地狱？前面说的很多。啊，这五种是吧？杀父杀母。害阿罗汉，斗乱僧众，其恶意与如来所。啊，对佛菩萨面前起恶意，啊，这是就是指触佛身血。这个恶意是想害佛。啊，那么在今天的时候起一个恶念，想把佛教毁灭掉，这跟这个是罪是相同的。啊，消灭正法。斗乱僧众就是破坏和合僧团。此无啊，乃无间业，感无间地狱之苦报。什么人干的？愚痴啊，贪嗔痴慢的人，他就干这个事情吧。所以这五种罪业，往往一种连带其他的四种，它全都有啊，所以这个罪就重了。啊，五种罪单独犯一种的很少见，一种一带连累到其他的，所以它就变成极重的罪业。啊，这个东西不能造啊。